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沉香醉梦，关注身心健康，创造美好生活。我是小梦。女人到了中年，她们如果是单身，内心会比一般的女人更加渴望爱情。当你撩拨她的时候，只要用正确的方法跟她拉近距离，就能快速和她建立关系。有些男人不懂得中年女人的心思，总是盲目追求，肯定很难成功。你要知道，中年女人早就过了幼稚期，她们无论是对感情还是对生活，都有了更深的理解，也有了更高的追求。如果对你没有好感，或者你追求的方式不对，都不可能跟她产生感情。毕竟中年女人非常谨慎，也不可能再消耗下去了。她们年龄偏大，对于看不到未来的感情肯定会拒绝。因此男人追求中年女人时，最好根据她的反应做出正确的应对之策。有时候在中年女人面前再胆一点，不妨跟她越界，观察她的态度和反应，就能准确判断她的心思，从而决定如何追求，这样更容易成功。说到底，男人要学会征服中年女人的新办法，三方面越界很好搞定。一，用亲密的称呼便于和中年女人拉近关系。男人在追求中年女人时，可以直接用亲密的称呼，这样有助于跟她拉近关系。一方面通过亲密的称呼来试探中年女人的心思，看她是不是对你有反感，从而判断能不能撩。另一方面，一旦和中年女人建立了联系，就要直接而大胆，这样才不会耽误彼此。比如和中年女人聊天，男人可以直接喊她亲爱的老婆，类似这种称呼其实就带有暧昧的意味在里面。只要中年女人不对你反感，默许你这样称呼她，说明她愿意和你发展关系。反之，如果中年女人对这种称呼很排斥，甚至明确提醒你不要使用这种暧昧的称呼，你就不要用了，而是要保持正常的交往，先跟她做朋友。其实中年女人虽然年龄很大，但心思依然很细腻，她们和你交往会对很多细节敏感，只要你对她表现出深情而大胆的举动，她会在心里权衡要不要接受你，一旦认定你了，自然会和你建立关系。比如男人和中年女人加了好友以后，可以对她设置特殊而亲密的备注，像宝贝、老婆之类的，都能让她感受到你的爱意。和中年女人在一起时，你有意让她看到聊天的对话框，当她看到你给她的备注用了亲密的称呼，肯定会瞬间对你动情。所以男人善于把握这些小细节，大胆使用亲密的称呼，相信很容易攻破中年女人的心防。二，走进她的生活，让她有安全感。中年女人内心真正渴望的就是得到安全感，她们期待拥有安稳的生活。只要你能给她提供安稳的生活，成为她最强大的依靠，她就能接受你，和你共赴爱河。否则你对中年女人没有任何表示，也不关心她，只是许下空白的承诺，没有落实到行动的细节里，她肯定会很排斥。因此男人想要征服中年女人，最好走进她的生活，及时关心她，从生活的细节中给她安全感。如此中年女人感受到你的真诚，觉得你是可靠的男人，能够给她想要的幸福，自然会接受你。因为你在生活中去关爱她，这就是真爱她的证明，她会看到并接受。三毛说，爱情如果不落实到实实在在的生活当中去，
是不会长久的。男人追求中年女人，一定要注意这点，想要跟她建立关系，就要付出行动。事实上，中年女人听过了太多的甜言蜜语，早就建立起了一定的防线，如果发现你的爱不踏实，便不会跟你交往。只有你在生活中及时关心她，尤其是她需要你的时候，你总会及时出现，为她排忧解难，她肯定对你更加青睐。所以男人要懂得在中年女人面前找存在感，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陪伴她，成为她内心最强大的支撑，让她习惯你的出现，这就是成功的重要基础。当你和中年女人融入在生活当中了，她坦然接受了你的关心和陪伴，这就是默许了和你发展亲密关系。三，肢体上的越界就是征服中年女人的直接办法。对于中年女人来说，她会不会接受你，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看她跟你有没有肢体上的接触。如果她和你在一起，不排斥你靠近，允许你有某些过分的举动，基本上就是认定你了。比如她敢跟你牵手散步，敢跟你拥抱，甚至不排斥和你接吻，这就是她爱你的直接体现。再比如你和中年女人单独相处时，她对你十分信任，面对你的撩拨没有生气，反而迎合你，说明她心里已经把你当成最重要的人了。一旦中年女人跟你发生了肢体上的触碰，就是她给你发出的暗示，渴望和你确定恋爱关系，愿意和你走入未来。同事胡先生喜欢一个中年女人，刚开始的时候他不也追求，有些迟疑，害怕被拒绝。后来看到别的男人也想追求她，胡先生心里担心会被别人捷足先登，便鼓起勇气追求。于是他有意制造机会和她单独在一起，双方本来就是同事，平时关系也很熟，自然很容易接近。这时胡先生有意碰她的手，还故意紧挨她的身体，没想到她没有生气，还有些害羞。就这样，胡先生便坚定了信心，进一步探索，大胆牵她的手，还跟她拥抱，她没有反感，两个人自然而然地建立了亲密的关系。所以男人想要征服中年女人，不妨大胆一点，只要她不排斥你，你就要主动出击，跟她有肢体上的越界，这就是征服她最好的方法。总结来说，征服中年女人的新办法在这三方面越界：用亲密的称呼，便于和中年女人拉近关系，走进她的生活，让她有安全感；肢体上的越界就是征服中年女人的直接办法。感情虽说有一定的过程，但是对于中年女人这个群体却不能过于迟疑，而是要大胆行动。因为中年女人等不起，如果对你有好感，她希望你主动追求，大胆表白，不想一直拖下去。因此想要征服中年女人，只要运用这些直接的办法，就能准确判断她的心思，从而决定如何展开追求，成功的概率非常大。希望男人有所感悟，遇到缘分的时候牢牢把握住，相信会很快收获美好的爱情。